大家好啊，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台九县大武这边呢、啊、今天呢我们要去拜访两个部落，这两个部落呢畜牧业都非常的发达，一个是安硕部落，一个是新化部落。安硕这边呢他们的放山牛啊都在安硕溪的两侧呢自由自在吃草，以大自然为伍，喝泉水长大的，所以肯定肉质相当的鲜美。至于新化部落呢，哇，我听理事长说呢他们的那个红鱼土鸡都是吃朝天椒长大的，哇，鸡会吃辣椒哦，哇，我没听过啊。重点是理事长说还会安排一些辣妹陪我采朝天椒哦，哇，到底辣妹有多辣呢？哇，我也拭目以待，王宏的部落风带你放轻松。台东县达仁乡的新化部落是县境内海拔最高的部落之一啊，也是达仁乡面积最大的部落。新化部落对外正在发展朝天椒跟红玉土鸡的共同运销产业，对内则结合人文的木雕工坊跟自然的游山原始林，共同打造了一条部落的观光导览地图。这个地方是台东县达仁乡新化部落，也就是古巴冷部落。那我们这个部落最近一直在努力推动发展朝天椒跟红鱼土鸡。那另外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工作室，包括我们的那个布工坊，另外还有一个很有名气的国宝级的嘎吱达斯工作室，那个也就是林心玉林老师的工作坊。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蛮传统蛮美丽的部落，那气候也非常好，一年四季都很适合来这里旅游，非常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到我们的部落来，我们会很热诚的接待。安硕部落因为有台九线南回公路穿越，交通方便，因此达仁乡公所就设在安硕部落。安硕为了留住南来北往的客人，不仅打造了一个安硕放山牛的牛肉面品牌，同时也让大龟文王国文化园区在今年正式开幕。我现在站的地方是台东县达仁乡安硕村，在大龟王国文化园区。安硕村在过去清朝时代叫阿朗一，到日本时代叫阿朗卫，那么我们传统的名称叫阿隆一。我们是从大龟文在民国29年的时候迁到这个地方，现在我们积极推展的是养牛的事业。我们养的牛是可以说是野放的，我们也推动了养猪，我们是用酒糟来饲养的。我们的鸡是也放在森林，所以我们的品质各方面都可以说是都得到很多人的肯定，也变成大家的需求。大龟王国是一个历史的名词，今天我们要以大龟王国之名来推动我们本村的这样一个产业的时候，我们希望用公寮的文化做包装，将公寮的文化能够落实在大龟文化园区里面，让更多的人来共同分享我们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文化。王宏文的部落风带你放轻松啊，呼呼呼。达仁乡公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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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台东县达仁乡民代表会，哇 ，Vice 大姐呢？
真的很辛苦啊，为民服务啊。洪恩你好，我是安硕村的 Vice 大姐，我想要你来这里听听我们安硕的部落的声音，就是我们安硕有养了一群在河边的环牛，你听听我们这边的环牛的叫声非常的优美，而且他们都长得很雄壮，在河川奔跑。希望我们王王恩听听我们社区我们部落的这个环牛的声音，可以吗？哎、欸，大姐，我等你老母煮到现在，你煮了已经四天了呢。不来孙，不来不来不来。哎呀，太谁了？有一点远了、啊。我要去为民服务呢。哇，你要赶着去为民服务、哦？是是是。哇，怎么办？那我要去找谁？我给你介绍，你现在下去过那个山海关隔壁。哦。那个就是我们这个环牛的老板，那个牛爸爸、牛妈妈都在那边。哇，我们部落的声音就是放山牛的声音嘛。是是是。所以找牛爸就对了。对对对。好啊，牛妈。那你先为民服务了，好好好，免得村民对你不开心了。对呀、啊，你看这几点了，你叫我说。马上到，马上到，就半小时了。哎呀，好了，我先去找牛爸了。好了。哦，喂。好，马上喽。喂，好。加班加班。好。Vice 大姐叫我先去找牛爸跟牛妈，因为他们两个就是创造安硕放山牛品牌的养牛达人。当我来到他们的牧场时啊，就听到了洪亮的牛叫声啊，也就是安硕部落的声音。哇，刚刚那个我们安硕放山牛这样从那个园区里面赶过来的时候，是是，哇，那个冲撞过来的气势很磅礴啊，我怕，其实我怕他会撞我啊。他看到你们又穿红衣服又陌生人来，哎，这要欺负我这样、啊哦、他们就不敢一下子过去，先观察地形、哦、这个是不是要围殴我这样，他们就一起准备要跟你们杠，要围殴我、哦、他怕被欺负。我穿红色有差吗？有差啊，太显眼了，对不对？对对对，他就怕，咦、哦，这个人好像要欺负我这样。哦，所以一般人其实像你们不太穿这种这么显眼的颜色，对对对对，都是穿那种比较素一点的。对，他就很像我们是那个贵宾一样啊。哦，哎，看到红衣服好像是敌人了、啊，是这样子，哦、差别在那边。还好我不是牛的敌人啊，否则这么壮硕的放山牛冲过来，可能要跑给他们追了，而且说不定我还跑不赢他们呢、啊。因为牛爸说这些黄牛都是野放的，安硕是有16公里的河床都是他们奔跑的领域，就是这样他才把自己的牛叫做放山牛啊。只是没想到放山牛叫久了反倒成了安硕部落的牛肉面品牌哦。一般过去我们的管理方式，嗯，我们整个达人安硕溪一直到铁路平交道，就上面的隧道大概这个路程有16公里，大概16公里，走路大概4个小时。那我们的牛只过去的方式，刚开始的时候就整群放，可是呢，这样会浪费到草原，会把那个草后牛的习性很不好，一去吃撞了这里有好吃，它就踩一踩就一直走，它不管你。后来我们最后管理，哎，这样不可以，我们又改变方式，后来在1分地到2分地围着电木器，然后在那边吃完了，然后再一期。1分地到2分地再吃完，一直延伸到16公里，然后16公里吃完了，大概在3个月当中又慢慢回下山上，一直吃下来，吃下来回到本场这样子。哦，这样子管理比较对牛也比较好，它吃的东西也确保是干净的哈。对对对对，而且不会，所以才分区管理是有这个原因。这群安硕放山牛啊，除了傍晚回到牛栏来一顿丰盛的金门酒糟跟饲料外，其他时候几乎都在安硕溪自由自在的踏青吃草，唯一能限制他们活动范围的就是充电的电木线，只是这些电木线围成的区域都很大，要赶牛也要跑很远啊，
难怪当我看到牛妈时，她竟然是开着吉普车啊，在溪床上赶牛。我想全台湾牛妈大概是独一无二会开着吉普车赶牛的女牛仔喽。奇怪呢，这溪床里面还有路呢。嗯，应该是牛妈妈开出来的，对不对？对。就每天来巡一下。对啊。现在都是开车赶牛，就对了。我在后面跟。没有，我没有给他，那这样他会跑到那一区去。哦，所以他会认你的车。对，他要跟着我的车走这样。哦。哎呀，到这边就跟着我的车走这样。哦，所以你最远就开到这一段。也可以开进去啊，哎，因为我到这边，他就知道要哪一区这样。哦。就往那边走就对了。就往那边有一区啊，那边有一区有稍微围起来这样。哦，这样整天我们不用顾，就整天。啊，你如果在那边的话，哈，那一期是没有我要人顾。哦。因为你没有顾的话，他是会乱跑。因为我们有都会走到那个天公庙那边去，一直走到那边又回来这样。哦。他们现在人不过就那个就给他关到这一期。这个呢就是电木线，从这边的延伸过去呢好几公里，分成好几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呢，你看这个草的叶子呢已经被吃光了，所以呢牛妈妈把所有的牛呢都赶到那边的区域让他们来吃草。哇，一大早真是忙碌啊。我们安朔放山牛呢最期待的就是早上可以来到我们安朔溪两侧这边呢来吃草玩耍，所以啊，怪不得我们牛妈妈一定要开车来赶牛啊，因为完全跟不上牛只的速度。下一段回来，我们去拜访安朔部落的原始林野放鸡。传说中啊，原始林野放鸡的鸡舍竟然是不会臭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竟然可以管理一间没有鸡屎臭味的鸡舍呢？真的是太神奇了。哎，你会来，我也会来。Welcome back to Traveler's Kitchen, Season 2. 。Water, fire, this food of nature and friends. This is what life is all about. 安朔部落有个养牛达人刘玉章，他除了在安朔溪养放山牛外，也开了间牛肉面店。经过安朔的老饕客人呢、几乎都会习惯性的停车吃面，因为整条台九线只有这里才吃得到安朔放山牛炖成的牛肉面哦。这个部分就是哇，好扎实哦。这个部分叫牛杂，而且很脆。嗯，哇，好像口香糖。恐怕这个咬一天才咬烂。这个牛杂哦，要煮很久，才会软软的，又很脆，很像
再有甘蔗的感觉。为什么牛爸爸要用柴火来熬？因为用柴火煮的牛肉面后，牛肉本身会很香。嗯，因为山上的柴火蛮多的嘛，那我们也刚好用天然的柴火来熬20个小时。嗯，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牛肉吃起来也跟外面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安朔放山牛除了有好吃的牛肉面之外呢，真正的经典跟招牌就是这个里面。当当当当，哇，每一块呢都切成1.5公分厚的牛排啊，你看光看这个色泽跟厚度，哇，就让我口水直流啊。哇，好的，待会呢我就要来好好享受这个 BBQ 的好滋味。嗯，怎么样？太夸张了，演一下。好不好吃？好吃，好吃。哎！喂！哇！牛都走光了，完全没有一只理我啊！果然，我们安朔的放山牛呢，只听牛爸爸的。哇，讲到牛爸爸呢，他30年前哦。他是卖家具的，那为什么后来改卖黄牛呢？因为他说当时卖家具呢是收支票，经常被倒账啊，所以想一想，哇，干脆呢做收现金的这个产业呢比较有保障。当然卖黄牛呢绝对是稳赚不赔啊，利息甚至比银行还高啊。好，但是呢我就问牛爸爸，哎，这么多动物可以养，比方说可以养鸡啊、养羊啊、养猪啊，为什么养牛？他说呢，因为牛越养越有价值，越老越是保障啊。但是猪啊、羊啊、鸡啊，越老就越没价值了。哦，这个恐怕跟我们叶神宝叶校长观念有点不太一样哦。因为我们叶校长呢，他是养安朔九糟猪的啊。好，直接问他为什么他的想法跟我们牛爸爸不一样。养猪呢，就是比较时间比较短。哦，资金比较好周转，6个月就可以买卖掉。猪呢要养吗？不是牛，牛，哎，要2-3年，那资金周转不过，比较辛苦。哎，所以养猪比较快。哦，等于就是猪已经在赚钱的时候，牛你还在那边养。对对。哦，你的观点跟我们的牛爸爸不太一样哦。哇，所以这就是你养猪的原因就对了。啊，再加上。我自己也有种很多的芒果，嗯，哎，种这个芒果就把那个猪粪做有机肥，来这个施在芒果那个施肥。哦。叶神宝校长退休后没有四处游山玩水，反而当起专业的养猪农，每天都在研究啊如何养出健康又漂亮的猪。后来他用金门酒糟发酵后的饲料。终于喂出了健康又漂亮的安朔九糟猪，在拍卖市场上，他的猪啊都是当天拍卖的最高价哦。这个里面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九糟，哎，从金门运到这里来的，然后呢，加薏米，加米糠，再加益生菌降解剂，加水，加盐巴。按照比例的这样混，哦，混了以后放到这个地方，哎，发酵36个小时，再拿出来，哎，跟这个一部分的饲料，混在一起来喂猪，哦，发酵过的真的没有什么味道哎，我可以再进一点，可以再进一点，不能再进。那个酒糟的香味跑出来了，哎，整个色泽看起来好像 cake 哦，好像蛋糕哦，哎，只可惜我不是猪啊，不然我真的会狠狠的把它咬一口。这个猪呢，吃这个酒糟，肉质是红色哦，不像一般猪的白白的那种，就是红色，皮肤红红。果然每一只看起来都很健康，而且色泽呢真的很漂亮哦，它不会肥，不会太肥哦，哎，哦，金瘦哦。
看完叶神宝校长的九招之后啊，我要去拜访大龟文王国文化园区。这是一个安朔部落刚开放的观光景点，园区内啊有民宿，有蓝田雅食馆，有大龟文王国的公寮文化，还有农场、餐厅，多元呈现大龟文王国的生活文化。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啊，他们的原始林野放鸡，听说这个养鸡场完全没有鸡屎的臭味哦，怎么可能啊？潘总，我以为快要到鸡场的时候味道会很浓哎，结果哎没有那种鸡屎的味道哎。哦，所以你看旁边，你旁边就是一大堆的，就是我们清出来的鸡粪。哦，这是鸡粪哦。对，这整个里面都是鸡粪。我以为你是不是盗柴什么？这个是都是我们清出来的鸡粪。哦。真的没有味道，完全没有味道。对，哇，怎么会这么神奇啊？因为我们的农法是跟日本学习的，嗯，我们这里的农法是使用绿生农法，还有加自然农法，还有再来就是我们的防疫工作跟那个消毒工作都做得很比较确实一点，嗯，对，所以这样可以除了可以让鸡比较健康之外，还有我们还有用天然的食材喂它们。你们原始人野放鸡也是吃益生菌？对，吃益生菌，跟、哦这个哦、就像跟人喝养乐多是一样的道理。好，看一下。谢谢。哇，我们整个机场，光是那个范围就很大哦。几只鸡啊，在这边？我这样，你们现在看到放出来的大概400多只、嗯，而且完全不怕生。你看，鸡都直接靠过来了。我们小时候也养鸡啊。嗯。我不，除非是拿饲料的人啊，会那个鸡会围到你身边。一般人他就早就跑掉了。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每天都把它放出来，所以等于是我们侵犯了他们的领土。哦，这是他们的保留地。对对对对。哦，为什么叫野放鸡啊？为什么叫野放？因为你有围起来啊，怎么会叫野放？哦，因为我这边是算轮作的方式在做饲养，比如说，这批鸡是养这边，如果这批鸡出完的时候，我就会改那一边，让这个土地有休息的时间，嗯，让它恢复到自然的风貌之后，我再把它带回来。哦，这样除了可以省饲料钱之外，更可以做到水土保持的工作。我看你后面也没有围嘛，所以鸡可以往山上那边。对，所以你看那个光秃秃的都是他们上去啄食，白天放出去他们会去山上，哦，然后那个傍晚的黄昏就会下来。哦，上面就是原始林。对，鸡是也放出去。对，所以我们安朔怪不得养鸡场叫做原始林也放鸡。对对对。哇，这个节奏方面，哇，太欢乐了，里面呢？就是黄金土鸡的小鸡啊，那我们汉中特别把喇叭呢放在离小鸡最近的地方，因为呢音乐是要给他们听的。小鸡呢如果受到惊吓的时候它会长不大，所以借着音乐呢汉中要训练他们的胆量，如果听到什么声音的时候，哇，土变不惊了。安朔部落的原始林野放鸡，不仅鸡屎不会臭，鸡还不怕生啊，连小鸡都用流行音乐训练胆量啊。当然鸡的品质好也要找到适当的料理方式，才能让人吃得健康吃得愉快哦。像我们这个原始林野放鸡啊，嗯，所饲养的黄金土鸡它很适合炖汤，因为我们的那个饲养的时间够，养到足月份，所以它炖汤它的油脂并不是一般的肥油，而是它的植物油，对，所以炖出来的汤除了比较鲜甜之外，更吃起来虽然看起来有油腻，但是喝起来却没有那个油腻的感觉。原始林野放鸡在汉中的照顾下，吃得健康，住得健康，连小鸡的心理健康也考虑周全了。难怪顾客来到园区都指明一定要吃原始林野放鸡啊！在大龟文王国文化园区里，还有一间蓝田雅食馆，收藏了好几个拿过全国金石奖的精品哦。博物馆应该是这个是最，这个最有价值的，最难得就是这个了。这个是光看这个底座，这个黑杆子不是这个底座是，这个还有一个底座，刚好这个一个洞放在刚刚好。你看这个这个像那个海龙王那个龙角眼睛了，你看这个，啊这个蓝田通勤，嗯，说蓝天使这个蓝田通勤。
我们那个几年前我们在大武国中这个拿到总金牌了。哦。一打。陈老师，这首歌相当好听啊，看不出来排湾族这么动感啊，什么意思啊？这首歌？朋友，朋友，放下你的工作，轻松来唱歌。哎呀，呜，就是很轻松，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安硕部落来就对了。对对。有脸。我们用歌声欢迎你。好。也祝福你。好。一打。下一段回来，我们要去拜访新化部落，因为听说他们的部落专门出产辣到不行的朝天椒啊，而且还养了一种爱吃朝天椒的红鱼土鸡。我们去看看这群不怕辣的土鸡到底有多勇猛啊！抢了啦！
新化部落 ，OK。伊拉伊萨子，哦，新化派出所。哇，不过这股呢，跟我约在新化派出所的对面。对哦，三里家门都满是顺达尼亚吉纳人，巴村达尼亚达格玛卡曼尔，巴村达尼亚布尤阿吉诺杰，咕咕咕咕咕咕，阿亚尼亚在阿吉纳人。好。哎，伯伯。你怎么都不讲话？我刚刚已经到那边了，你都没有跟我打招呼呢。有啊，有啊，没有。你怎么那么紧张？你是不是什么做错坏事情了、啊？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偷摸摸去找别人？你怎么那么紧张？不会啦。你看你的保养品都掉了呢。你刚刚抹粉、普利姆嘛，哎呀，怎么脸红红？紧张啊。哦，哎，后面有辣妹啊，啊。哈哈，照顾大姐有点紧张啊，可能是因为要跟我讲国语的关系吧。不过没关系，等到大家开始踩朝天椒，讲起台湾族话的时候，就会完全恢复辣妹的形象。哇，踩辣椒的辣妹啊，贴了啦，贴了啦。要小心，不要跌倒。不。哇，不不，你那化妆太浓了吧？对呀、啊，那个不是了，那个流汗了、啊，流汗，那个妆都没。还是底下流汗就。哎呀，流汗就流汗就会拿掉，怎么办？你看，那个、你皮肤白白，嘴巴红红。哇，不会。不要唱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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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做工作比较不会累啊。Key 太高了，实在有。哎，他的 key 曲太高了，没其他人没办法唱。哎，站高一点啊，站高一点。今天才认识你，对的。把我的心里那蹦蹦跳。哇，你四十年前应该是夜店咖哦，感觉你很活泼哦。哦哦哦哦！哇，我踩断了。辣椒虽然辣，但是呢也很脆弱啊。你看，我稍微一个不小心，把整根辣椒都踩断了。哇，我应该学舞步啊！这些辣妹呢，她们踩辣椒的时候快很准，要从根部这边呢直接踩断，这才是正确的。哇，这根又有红的，又有绿的，品质不佳。哎呀，理事长可能不给我工钱喽。新化部落的古法人产业文化发展协会，两年前就由邱金安理事长来推动朝天椒共同运销的工作。大家跟固定的收购公司签约合作，由于新化朝天椒够辣，市场反应很好，固定的销量也带来稳定的收入。参加共同运销的辣椒农也增加到了7户，产量也在扩充中哦。哇，红红的辣椒啊！理事长啊，找了8位辣妹呢，陪我一起采辣椒，结果不到20分钟的时间，1分大的地呢，全部辣椒都被采光了。哇，新化部落的舞步果然辣啊！哇，重点是，怪不得理事长呢要找7户人家呢一起来合作种辣椒，因为这样的货跟它的量呢才能够稳定。漂亮吧？新化部落的朝天椒有名，新化部落的红衣土鸡更有名啊，因为这些土鸡都是吃朝天椒长大的。就在理事长带着我来到温政治大哥的鸡舍时，我就听到了部落的声音，红衣土鸡温和的叫声。
们问大哥，这鸡你都喂我们新化部落的朝天椒、哦？有啊，就和那个水喂他们。可他们一开始会不会觉得辣？不喝那个水？一开始时候很像他们会一直一点点一点点的吃一下，然后他们一直喝一直喝。然后现在我那个地方也是放辣椒的，那个桶子那个，这边白白那个，白色那个，白色那个，那辣椒哦，辣椒水放那里面，啊，时候我那个干那水给它放掉，给它关掉，大概就喝辣椒水。哇。喝辣椒水呢，鸡有时候不会生病，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可以习惯了。哎，习惯了。他吃喝吃了朝天椒后，他就不会生病，更健康。够了，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哇，理事长，你看那个鸡已经在看我们的温大哥切辣椒，迫不及待想吃啊。对哇哇、欸、真的呢，你看挤成那样了，哎呦太夸张。大概大概上从外面丢也可以啊，从外面丢。你到里面来来来，用手架，在这里面。哇，来不来带你们看一看。哇哇，强啊。哎，看我们新化红泥土鸡呢，不怕吃辣，但是呢，刚刚吃的辣椒是剁碎过的，哈哈哈，整根的，我就不相信他们会吃啊！吃辣椒喽！哇哇，强强，你看啊，哇，剁到我的手！整根的他们也吃下去了，哇！摇一下，理事长，我不敢弄，你吃你吃你吃，你们的鸡都吃辣了，你的。哦，不敢了，不敢。给主人吃。是，这个我不敢了。要你下次哈。这样子啊，下次。哎，可是你们的鸡整根吃呢。对。但你是主人，你不敢吃辣椒哦。我不敢吃辣椒啊，吃猪辣。哇，现场我们所有台湾族的勇士，比鸡还性呢。我们都不敢吃辣椒。对。有的。啊，天，我们不然这样啦，你都喂他们吃，你要带头示范呐。我们吃一点了，我们吃一点，吃一点了。好，哇，好了，为了部落风，豁出去了啦。有没有水呀？哇，我的妈呀，新化朝天椒辣死人喽！哇。新化红泥土鸡也太猛了吧，太强壮了，这种朝天椒土鸡要去哪里找啊？难怪理事长要强力推销新化红泥土鸡，现在啊，单单台东圣母农庄所要求的量，新化部落都没有办法满足他们了、啊、为了保有稳定的订单，理事长在部落强力推广，大家来养吃朝天椒长大的红泥土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七户的养鸡农加入喽。最没有肉的地方要给理事长啊，代表你很辛苦啊。谢谢。来来来，吃一个大鸡。最好吃。对。来来。OK。吃一下，尝一下它的口感。用一下酱料。哦，我想吃原味的。因为我们这边的当地的都是这里的食材，也是用我们新化的土鸡去熬的汤，而且用那个我们当地的剥皮辣椒跟那个朝天椒去熬的，跟甜心喝的是苦苦辣辣，喝了会回甘的东西。好好好，试看看。哇，我觉得重点是有那个鸡肉的鲜味啊，把那个辣跟苦融合在一起了、啊，对不对？对。哇，代表怎么样？你觉得？非常好，很香。
啊，我对我们男人讲，肯定我你你很重视这种补身的，很重视这种补身体的东西。下段回来，我们跟着新化的养鸡户跟辣椒农一起到台东圣母农庄参观，因为理事长啊想把这个客户的订单跟定价公开透明化，让所有参与共同运销的农民知道客户要求的标准在哪里，也让大家了解自己担任供货者应该负的责任在哪里哦。小姐，我们原住民不会骗人的。你不要管。好好好好好。不要管。谁在黑夜角落里虎视眈眈？真的是无法大姐，你今天早上却像乞讨了什么东西？真的太棒了。还是要在歌词中留下个心。每周六晚间九点，《城市猎人》原氏十六频道，原氏给您好音乐。只要是原住民传统音乐或原住民创作歌谣的 MV 短片，欢迎提供分享。原氏与您共享原住民的好音乐。县达人乡新化部落大约是在1950年左右才由旧部落迁移下来的排湾族人所建立的一个新部落，由于它的海拔高度在800公尺以上，因此也跟南横的力道并称为台东县海拔最高的两个部落。因为地处高山，水耕地狭窄，单一农户产量不高，所以部落的古发能协会啊近年来积极发展朝天椒跟红鱼土鸡的共同运销，由于农产品的品质优良，加上整合农户成功，产量逐渐稳定，因此啊，很快就得到外来的订单。订单中以来自台东圣母农庄的订单最为稳定。今天古发人协会就包了辆游览车来参观台东圣母农庄。今天我们带我们部落里面的我们这个古发人协会哈，因为我这次带来的所有辣椒户跟养鸡户，因为我这个年纪都比他们小，我是晚辈啊，他们都是比我们年龄大，所以我在部落里面所推广的这些产业，因为我是他们不太相信我这个理事长哦，所以我就亲自带他们到我们圣母农庄来体验一下，让我们这个里面的副院长、主任，还有组长来亲自跟他们说明，这样才会相信我。他觉得你卖的东西是怎样？你帮他卖东西是怎样？他们以为我们这些养鸡户跟他交货，以为包他们那些产品那些东西哦，以为这个理事长是在骗他们，在部落里面在价钱上可能有一些问题，所以我就把他们亲自哈来这边体验一下，听他们来给主任说明说清楚讲明白。就是说像我们是定期在签约嘛，那肯定是签的是1000只，那你们养我们都会照单全收，这边有啊，那通路部分我们会负责去找通路，负责来做行销部分，那我就请部落这边放心，就说你们养的鸡，只要我们，但是养之后我们会去看你的场地等等的，我们认定 OK 的场地，我们就养。那养以后我们会全收，那这部分请大家放心。当然，我们寄养部分的话，就像我们说的，当我们跟
部落签了合约以后，我们会先付一，如果说是一千字来算，我们先付一半的钱先给你们。那我想这样的话，可以大家会考虑做合约，有钱可以先买饲料，可以先预支钱去饲料这样子。其实理事长带大家来参观圣母农庄最重要的目的啊，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圣母农庄契约的价钱跟每月的需求量是不是跟理事长讲的一样。如果都一样的话，表示中间就没有价差喽。这样子大家就不用再怀疑理事长的诚信问题，也不容许大家把理事长对品质的要求当耳边风了。参观完了圣母农庄，大家应该很清楚，只有提供更好的品质，才有办法要求客户提高收购的价格哦。这些鸡呢，就是我们从新化部落送下来的鸡。那我们没有直接送去屠宰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属于有机农场。那因为有些虫害，那我们没办法用施药去处理的时候，我们就用鸡来帮我们除这些虫啊，这些剩余的菜叶这样子。所以等到把一块田虫吃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才送进屠宰场。新化部落是一个天然的有机农园，因为没有什么污染源，所以标榜有机农业的圣母农庄就积极地培养他们成为稳定的生产基地。只不过有机栽种跟家禽蓄养啊，还是需要专业的知识。这次的参访只是开始，新化部落的有机产业正在起步中哦。这个呢就是新化部落导览图了，那我现在位置在这个地方。好，里面有记载很多工坊，比方说卡斯达斯文化艺术工作室，还有西洋工作室啊。哇，两年前我们古巴人协会呢，把所有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包括我们朝天椒的农户，还有我们红衣土鸡的养殖户，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部落的产业呢做得更大，所以大家要携手团结啊。哇，但是我这边有个问题啊。现在红衣土鸡呢在我们新化部落非常有名啊，但是这个看板竟然是山猪啊，怎么会这样子啊？我就问了理事长啊，但是理事长跟我说啊，因为我们新化部落以前呢猎人都是打山猪的，部落里面都是吃山猪的，但是呢我绝对的有信心啊，有一天这个山猪的招牌绝对会被红衣土鸡取代。这边就是这边就是我们吉萨萨弗朗的工作房。哦，请进。温大哥，我看你很多东西都是以前生活上用的东西嘛，哈，所以你把它回忆起来，然后做成木雕。哎，对对对。对啊，像这个烟斗嘛，然后汤匙，还有我们的莲杯，对不对？哇，这就是我们。台湾族的脸杯嘛，还像我们一这个东西也是老人家吃槟榔哈，老人家吃槟榔要不动时候哈，他就用这个东西槟榔放纸杯，后他就这样打槟榔打打打。以前就有这个小的除旧，对，有。温正志大哥啊，本来是部落的工艺师，专长是日常用具的制作，他的工艺手法是来自邻近的土板部落。就连图腾跟浮雕设计也都承袭自土板部落，门口的这两片人形浮雕则是他的创作，左边代表的是阿嬷，右边代表的是阿公。我的那个阿公的做的时候，他背东西的时候，这头就会跑出来。你想象你的阿公背东西很重哦。这个像一个我的夫妇一样去山上带两只狗。哇，你的夫妇很壮呢。哇，那个胸肌也太大了吧。这个有去健身房练过。我也看那时候老人家都是体格都很好。哇，你看连那个猎狗啊，哇，都很壮哦。哇。在温大哥的印象中啊，阿公跟阿嬷都是很强壮的人，也都是身兼数职，所以如今的他在部落中是工艺师，平常也要种田当农夫，如今还加了一份养鸡的工作，同样也是身兼数职哦。
谁过来鼓励你养鸡的？就是古法人协会叫我养鸡啊，或者养鸡。大家说养鸡会赚钱，哎，像刚才说的那个后，这个养鸡有没有赚钱呢、啊？嗯。啊，后来他们古法人就叫我们到师母农庄那边看看他怎么样啊。所以我不想养鸡，还想恢复木雕。哦，这样。可是不行啊，你那个吃辣椒的红衣土鸡已经红了啦。对对对。对，我看你以后可能时间雕木雕会很少了。嗯哼。可能会比较少，对对对。对。是看自己还有兴趣的话，我就是还可以继续弄。哇，那这样养鸡跟做木雕哪一个比较好啊？你只能选一个的话，你想当哪一个？像我这个年纪哦，还不算老几岁呢，对自己本身都有病，啊，所以说我养鸡是比较轻松一点。工作这个东西来打，加上自己哦有部分病，啊，所以我总比较养鸡。哦，哎，所以养鸡等于是你的副业就对了。对对对。什么歌？古拉人的什么歌？欢乐歌。欢乐歌。哦，没错。就是只要有节庆，有人结婚就会唱的一首歌，对不对？对。哎呦，很好听呢，唱不唱吧？哎呦，啊，离婚的时候不能唱这首歌了啊、哦。去拜访两个都是在山上的部落，一个是达人乡的土坎部落，另外一个呢是金峰乡的嘉兰部落。当然我最关心的呢就是他们的永久屋啊。每周五晚上十点，王洪恩的部落风带你放轻松，呼呼呼。人家说，为了要让这些历史能够更清晰，我们必须要每天的去吟唱。
我记得这个税额示范通知书，原来黄老师也有疑惑的时候，我来教你。同一试算内容就能直接缴纳，用凭证也能下载试算通知书，退税及不缴不退的人也要在五月底前回复才算完成申报哦。那如果不同意呢？那就利用凭证等多元管道自行办理结算申报咯。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啊。五月聪明报税，整年开运顺遂，少用纸爱地球，购物消费请使用电子发票。Thank you.